拜天4月4号的高雄，要反空污游行、抗暖化游行的，最后第二场的记者会，吼，拍摄明仔载还有一场。今日咱有请教授，伊是儿童人权的专家。当伫儿童节前夕，咱要讲这個，其实有一点仔沉重啦，吼，有一点仔沉重。我想过去定在讲空污，即摆毋是影响肺尔，毋是用肺发电尔。阮这三年内底是讲用规身躯的人发电，用可能会伤及你的大脑、心、肺，所以可能是规身躯，所以毋是用肺发电，可能伤及你的脑、心、肺、规身躯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所以，阮会用咱今日若继续用燃煤发电，咱就是等于用胎儿规个胃炎脑。心过去伤着，用胎儿发电。咱若继续用燃煤发电，就是用儿童。你看到儿童伫我，伊就为鼻腔输个输脑，为遐规个用规身躯个囡仔脑心肺去发电。所以伫个4月4号，这个儿童节个前夕，咱是要拜托小英，也要拜托行政院长，咱会使咧来捍卫儿童的人权，来擦亮他的未来。这百位，这背后是燃煤电厂，因为燃煤电厂会伤儿童的健康。这个游行的诉求是：台湾零碳排，囡仔有未来。礼拜天下午1点，高雄市政府出发。但是，台湾若要零碳排，咱就爱为上高碳排高雄开始。所以，这个主要诉求就是讲。高雄零碳排，囡仔才有未来。如果高雄赢零碳排，台湾就有可能零碳排。如果高雄2050赢零碳排，台湾就赢零碳排。所以伫遮，咱无可能干课程只卖有法度达成，一定要全民来共同努力，来协助高雄零碳排。这咱这张看，空气污染大家知影，这是怀孕的时阵。PM2.5 是确定会过胎排，燃煤内底重金属嘛确定过胎排，所以这过胎排了已经已确定重金属过去了，影响胎儿的端粒，哦，这愈来愈侪医学内底证明影响胎儿的端粒。当然，囡仔出世了嘛会伊诱发伊的气喘，哦，所以这两个为胎儿，今仔来讲为胎儿、甲婴幼儿、甲孩童。12岁以前，甚至讲少年那种影响啊。那来看小朋友，小朋友你看遐低调，所以伊是如果伊若徛也是行伫路边，伫车的后壁，我想阿公若牵伊的时阵，伊就第一个数咱车的尾气。伫咱家嘛是上低，所以咱家上垃圾，伊嘛数第一个。所以伊甲咱无同，就是伊徛伫较下骹所在，所以离尾气、离废气。离涂骹遐 PM10 嘛较近，但是偏偏伊还在发育，伊还在发育，所以这张就讲，囡仔毋是小大的，你看这个袂输那大人，一百岁，但是囡仔其实这才是囡仔，伊规身躯等你发育，脑嘛咧发育，细胞嘛咧发育，规身躯拢咧发育，所以伊毋是拄是只身小大的，所以伊对伊影响是规身躯。这是咱联合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伊发的，伊发表，伊讲伫空气内底有足侪有险，即影响头先讲的，毋是影响囡仔细胞会互伊气喘尔，影响伊的大脑 ，brain， 影响囡仔的大脑，所以影响大脑，你知影对伊影响偌大，就侪，所以咱若继续用燃煤。咱予囡仔带向死亡，嘛予家己大人嘛带向死亡。所以，阮即个游行诉求就是讲，高雄、新达有全台湾上老旧燃煤电厂，应该爱给尽早处理，甚至4月4号迄天，用送予儿童节做一个上好的礼物。咱来看这张，这是《Time》杂志的封面，伊讲囡仔伫怀孕9个月，怎么去量伊未来？9个月，怀胎9个月，
怎么念一位啦？伊来底的介绍成人的疾病，咱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甚至腰椎病，有肺病，足多，唔是讲咱成人家发生的，其实的源自胎儿的发生啊。这叫做胎儿编程，你胎儿在咧编，袂出咱咧奥运的节目，伊在咧编啊，哦，所以伊才讲成人的健康足侪伫胎儿内底已经设定啊，已经设定。所以这内底《太阳》杂志来讲，你怀胎九个月就注定你未来足侪命运啊。所以咱胎儿，咱看无，但是其实咱拢影响伊，咱予伊空无好的空气，咱就影响伊胎儿。甚至影响伊未来一生，所以咱看头前一张，然后儿童之章伊内底讲，咱事业细胞，细胞为心中随着血液循环全身，但是毋是干安尼尔，伊直接鼻腔透过咱嗅觉神经像咱鼻腔直接输入去，伊同时击个细胞嘛，同时直冲大脑，这也会对咱的认知直接的伤害，伊不一定爱经过。大脑防闭不闭，它直冲大脑这一条路，就是跟咱细胞同款，一条路去细胞，一条路去直冲大脑，所以这对后摆的影响是足恐怖的，所以对囡仔和孩童的大脑是足恐怖的。所以咱来看胎儿，这种话讲，咱规世人当时咧决定咱未来的一生。你看怀孕期间三百外天，几乎。差不多，哦，超能型的一种决定。出席一岁到十二岁，整个从出生胎儿到十二岁儿童之前，几乎咱成人的疾病一半是一种的注定了。十二岁以前儿童是一半的注定了，所以咱食了无营养，咱内面的水无好，食的物件有毒，输的物件有毒，有部分这会影响囡仔一辈子规半的人生。等到你看过去二十岁了，影响有，等到继续少。所以这张就讲，伫十二岁进行，孩童、儿童进行是影响一半，所以表示儿童进行是几乎注定伊一半的人生。所以直接要拜托咱大家共同关心儿童的健康，对不对？这是世界卫生组织讲，这空气污染，你若去住着无好的环境的空气。影响伊一生哦，一生哦，这是联合国讲，哦，所以咱要讲好，咱今年一到三月，空气无好，空气无好，大家拢知影，咱就要讲安怎无好，话无好，哦，感谢陈先生律师，伊开庭啊，所以多来，哦，所以咱就要讲南部的囡仔有啥人会保护，因为答案就是讲南部的空气无好，咱先看这篇。这是咱台湾有参加，这是上好的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期刊》，是2019年，咱台湾嘛参与个一研究，郭一良教授，这是 daily mortality 每天的死亡哦，每天，咱来看这内底台湾是啥，有三个城市，所以这个有参考意义。咱来看伊内底讲的 PM 十，咱今日公布 PM 十，就较粗的粒啊，唔是 PM 二点五 ，PM 十嘛是一级致癌物。嘛是影响规身躯，只是伊较粗。你看在台湾的研究，参与研究，你看伫 PM 十五十以下有没有影响？有，很陡峭。但是五十以上的还是继续在影响。所以世界卫生组织讲，一年，刚刚有三天超过这五十哦。一年刚三天超过这五十，伫五十以下影响足陡峭。危险嘛是足共款，所以咱的 PM 十呐是小于五十，当然危害足大。台北小于五十嘛是危害足大，比五十以上继续危害。咱来看，咱这是咱的答案。台北市这三个月平均起来，差不多三十左右，31、32微克立方米，意思每天拢三十了，算悬。世界卫生组织讲。一年干呐，用三天超过五十个了。偏偏你看啊，中华依然差不多，每天拢超过五十。每天，意思八到十天内底，
逐天超过50，世界卫生组织讲一年敢会用3天。头一个咱看，咱台湾研究讲50以下嘛有健康消息，嘛影响健康。所以你看咱1月、3月，这内底平均高雄、台南拢60几，拢60几，是台北市的2倍。所以台北市数嘛无好，但是高雄、台南是伊的2倍，这就无平权啦。这就数愈侪多，这嘛有毒，但是愈侪毒，哦，这是人权啦吼。那看台南，比大名归台南来。那看1月、2月、3月，第一名6度内底，2月、3月台南第一，那综合起来台南是第一，哦，剩咧台南甲高雄是咧争倒数第一甲第二啦吼。所以咱看小英。伊去年参加儿童人权馆，伊讲咱台湾上重要是自由、民主、甲人权这三件事一定要记牢嘞。当然，台湾解除戒严了，有言论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有出版的自由，嘛会吼，足侪自由的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感谢大明为台南来吼。台南空气到底讲遮上歹吼，嘿，但是敢有呼吸自由？我想头一个讲，咱来看后壁，大明，你拢第一，啊，这是90天内底拢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50，所以台湾敢有呼吸自由？有没有自由？没有呼吸自由。有没有民主？我想是不是以民为主？这点我是保留，咱的发电敢以民为主。我想人权，高雄甲台北、台南甲台北差一倍，我想这个呼吸无平权啦吼。所以偏偏台电伊燃煤电厂敢会使予地方参与，佫袂使哦。伊讲这是我中央的权利，所以这个发展权、受保护权、甲参与权、生存权，台南的人民、高雄的人民要参与，迄可能无大敢用伫遐喊的。所以小英讲，希望所有的囡仔拢能受到国家的保护。但是你看过去3个月，咱 PMS 拢超过，南部拢60，这囡仔敢有受到保护？无啊，台北嘛无保护，但是高雄都无受到保护。你看台南1、2、3月恶化第一，所以这囡仔敢有受到保护？我想是无啦。所以你看，今日咱台湾分做两队，一个叫做北部队。这个是中南部队，伊内底讲啊，迄囡仔落难吼，落队，咱爱甲后壁救起来。小英讲，吼，2017年伊讲，所以咱偏偏咱呼吸内底空气是无同的，有分做北部队，北部是较难，嘛无偌好啦。来中南部是红光光乌面嘛，所以这是二点国民，这个国家而且爱拜托，要来甲中南部救起来，要甲救起来，让伊莫脱队，让大明。咱的小朋友甲台北差无遐济，吼、哦，所以，而且，我要用这个人，这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这个人是哥伦比亚大学是遗传做了足好的，伊是环境儿童环境卫生的创始人，伊伫2015得到这个奖，这是环保内底足悬荣誉奖，伊讲化石燃料燃烧的空污甲气候，就是儿童健康平权首要威胁。首要威胁，就是烧煤、烧油、烧天然气，是威胁儿童的健康甲，吼、哦，所以这是首要。你若甲你下掉了，就差足济啊，吼、哦，来，所以咱若看空污，当孕妇伫速冻的时阵，袂输伊不分，伊内底有3个铺路，老母本身、胎儿本身，甲这个胎儿生殖细胞。同时输入的，同时3个暴露一下，所以这内底生殖细胞会影响无？所以这囡仔爱出事，所以即摆咱看到我，就是我，我是阮老母以前怀孕迄阵输的空气食的物件，是阮阿嬷以前两代以前伊输的，伊食影响到我，以前妈妈的生殖细胞会影响到我，所以大明，你可能会影响到你，吼、哦，你的小朋友，吼、哦，咱来看。这内底偏偏汞重金属都可以过胎盘，燃煤内底遮重的物件拢会过胎盘，
所以咱来看这间哈佛，讲啊足清楚。脑部呐不分数空，内底这红色的胎儿，内底个生殖细胞是蓝色。如果伊这生出来，这个蓝红色的囡仔就变成大人，伊这个生殖细胞变成换伊的胎儿，就是第二代。即阵受影响，即阵就不受影响。你看伊这内底蓝色里边，蓝色的胎儿要搁成长变第三代。所以空树叶是影响直接三代就清楚的。红色生殖细胞是蓝色，蓝色吼、哦、红色生出来变老母怀孕，内底生殖细胞变蓝色胎儿，蓝色胎儿搁做老母，所以这影响是三代。所以咱若不分当然无好。哦，所以咱看这内底这碳搁另外一个去报告，就是讲怀孕时阵都影响足大，但是你的 DNA， 你的基因不是影响你的表现。你的表现是受环境影响足大，这个表观遗传。哦，这内底这张讲啊足清楚，表观遗传就是讲 DNA 没有改变，你内底的 DNA， 大家 DNA 无改变，但是环境你若住伫台南，你厝的空气无好，它可以改变基因的表现、表达甲外观。你看到的，就是其实基因是同款，只是受环境甲你调调啊变得无同。这安那会传后代，嘛会隔代遗传啦，这是会遗传的，唔是袂遗传。所以影响较大，所以男科即嘛政府底下讲男科是呢，咱鼓励人去，但是你老母啊老爸若去，也影响伊的胎儿甲伊的生殖细胞，所以咱影响是足大的。你胎儿底下大，影响头先讲三代，你规世人你要伫男科输头一个空气上歹去验屎，刚好。所以你若看查甫影响三代，查甫精虫也影响啊，唔是男性工程师去啊就不受影响，还是受影响啊，影响你的生殖细胞，影响精虫啊。所以伫遮要拜托，高雄的空气唔是影响高雄，拄即阵也无风，开始要吹南风啊。平常也无风，嘛影响台南。所以今日高雄的代志，唔是高雄人。个代志尔，是全台湾代志。夏天就吹互北部啊。咱看这中火，这台湾的本土研究，伫中火甲中江内底，吼，即内底是全台中上毒的哦，比科学园区较毒。中火中江附近的，中永钢铁，伊内底不论你离胎儿期暴露，还是婴儿期暴露，拢会增加气喘，拢会增加气喘。哦，即内底上毒的，紫色家，中农，甲中国，连这科学园区，无遐大，吼、哦，好，这是本土研究，你看啊，中国还特别颜色特别深，吼、哦、特别深，所以伫遮，咱知影有中国中农啊，佮甲做伙，这是足恐怖的，所以高雄的，高雄石化厂嘛有，林园石化厂，吼、哦，啊嘛有炼油厂、炼钢厂。还有，所以台南的囡仔，咱要鼓励人去南科。我想咱是不是爱先防一个好的空气，咱才有啊，就让伊自由呼吸。所以头先讲的，成人你的你要健康，还是要破病，其实胎儿、婴幼儿就甲你决定一半。所以咱是要让高雄的囡仔、甲台北的囡仔，爬起、爬起来起，咱爱让伊好的空气、甲好的环境。哦，这就是。台大林东洲在招生的时候讲，这个理论它会对囡仔会影响后摆缺血性心脏病、中风、慢性支气管、糖尿病，但是唔是安尼尔。咱来看一张，吼、哦，这内底会影响胎儿端粒，胎儿染色体已经受影响嘛？你看会影响心智老化变、神经退化、糖尿病，就对慢性疾病拢已经影响嘛、哦？所以。咱今日若要予囡仔健康，燃煤是上重要。这是庆应大学因讲，去年发表。这内底讲低体重儿，燃煤常常引起早产，尤其燃煤的引起的早产是极低的，足细汉、足早，特别较早早产。伊这影响安怎？慢性疾病。你看，伫日本出世的囡仔愈来愈轻，1975年到2016愈来愈轻，但是囡仔蛋白量是愈来愈侪。严起来蛋白量都好侪，所以基本上认为是
低体重可能影响哦，不要不要蛋白嘛，影响也肾脏病。哦，咱台湾西药去做多，我唔知影是甲这有关无。所以这张归类结论就是讲，你出事来较细啦，受空腹影响是因素之一。你过去了，你成人较容易高血压、肾脏病，但是你唔是影响一代，你甚至影响下一代，垂直原来是隔代，隔代乃肾脏病，隔代乃高血压。所以唔是我这代诶高血压诶肾脏病，会影响下一代肾脏病甲高血压。伊这内底佫讲，我若低体重而出事的时阵，我下一代的囡仔嘛是较容易低体重儿啊。我这代你偏内底去讲这個，所以内底你讲规波，内底你讲本身啊低体重儿孕妇，其后代也很可能低体重。啊，低体重儿落去，两代一直影响落去。所以给予儿童人权，那不是讲可以啥？这影响两代到三代，伊的呼吸甲健康权啊。所以这是变做全台湾的代志。这内底2021年新的，哦，这是美国。你看头先讲影响大，影响大哦，影响大。这内底免做排名，这内底占的足侪 ，PAH 占的足侪，代表性这些拢。在跨代遗传，所以早产，咱上惊燃煤引起的极早的早产。你看，20周是大脑还没完成啊，28周的早产，你看生出来变咯，那就影响伊智力啊。所以你若看这篇极早的早产，就像燃煤28周的时候，你看我内底会造成认知障碍、脑性麻痹、自闭、癫痫疾病，吼，足侪。所以台湾。燃煤是上重要，这气候变迁，那个，哦，这内底市营甲市委共同发表，这内底唔是干呐空污尔，这内底嘛影响囡仔、孩童对气候变迁特别脆弱，身体免疫要未完成，所以内底很容易受气候变迁的影响，童年早期诶，个影响会持续甲全面影响终身哦，唔是干呐空污尔，哦，这内底但是英国。已经宣布要染无霾啊，所以因这囡仔就看得到无霾的时阵，所以这内底讲，假如伊可能看到正零碳排，但咱目前台湾是无啦。在世界卫生组织讲的吼，肺、脑、早产、儿童、心都能全面影响吼。好，头先讲平衡上重要是这，所以如果咱在孩童期给伊好的时阵最好，儿童期是第一，到成人再来给太慢太慢。所以建议你强调，伫儿童节游行为什么？这会予咱好的基础，就像一丛树啊，囡仔拍好栽，咱就有机会吼、哦。所以直接要拜托儿童节是咱儿童是咱台湾未来，所以直接拜托小英，拜托行政院长，大家共同卡早日终结燃煤电厂，来救咱南部、中南部、全台湾的囡仔。感谢，所以直接要拜托4月4号，感谢，多谢。来，这边挂口喊口号，谢谢，因为记者要赶，他们很辛苦。啊，这边你要先讲。不用，我先当背景。好，当背景。前面有。前面有。还。谢谢谢谢，辛苦了。我们可以靠近一点，可不可以大家靠近一点？谢谢谢谢。好。好，我们今天好很重要，捍卫儿童人权。捍卫儿童人权。擦亮孩子未来，擦亮孩子未来，捍卫儿童人权，捍卫儿童人权，擦亮孩子未来，擦亮孩子未来，别让燃煤电厂伤害儿童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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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品报复性恶化，空品报复性恶化。南部孩子谁保护？南部孩子谁保护？空品报复性恶化。空品报复性恶化。南部孩子谁保护？南部孩子谁保护？我是台南儿童。我是台南儿童。我要自由呼吸。我要自由呼吸。我是台南儿童。我是台南儿童。我要自由呼吸。我要自由呼吸。先生，你讲要，你讲，伊在接你到厝。大明，你，我后面，来，先生，律师吼。
拍摄影像刚刚开庭，所以有点迟到。我是台湾版新竹生态协会理事长陈先生律师。那刚刚听到叶医师的报告，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儿童的权利公约现在已经内国法化。那事实上它在24条就已经有很清楚的揭示，所有的缔约国必须要确认儿童可以享有最高可达水准的这个一个健康跟疾病的一个防御。另外它有强调一件事情，针对环境的污染跟风险，所有的缔约国必须要充分的去保护去执行。那我们看我们今天的台湾，其实我觉得有点难过，就是说它一直还是在于这种经济开发的一个思考，而不是以从一个环境，从一个儿童人权来想象说我们要给这个后代要怎样的一个环境，这个是非常的遗憾。那从刚刚叶医师的一个说明里面，我们就看得到，其实大家应该这两天就有感觉，这空气的品质，尤其像我们去中南部开庭的时候，真的很可怕，跟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印象已经是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两几个月真的是特别的严重。那显然这个都已经不利儿童的一个生长，还有一个生存的环境。那我们很遗憾啊，政府它没有积极的去想说到底要怎么改善，那甚至把这个空屋的问题就是甩锅给就是最近很红的早教的一个公投，他把舆论导向反公屋跟旧早教就是二选一的一个选项。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荒谬的，因为依据昨天其实很多学者就是有开了一个类似一个讨论会，那学者就已经有说明，如果今天第三天然气接收站没有办法如期盖成的话，它对减煤七成的影响在2025年的时候大约是3%。那这3%大概就是说当时可能燃煤会降到30%，27%如果有三阶，那如果没有三阶的话大概是到30%。那这个部分我们认为政府其实应该是可以透过提升能源的效率去替换那一些效率比较差的这个发电机组。另外还有节能的这件事情，我认为政府到现在并没有提供一个很有效的或者是很负责任的一个节能政策。那另外还有提升绿能等等再生能源，这个才是治本的一个方法，而不是用这种治标，是说哦，我现在就是增加燃气，然后呢来降低燃煤，这个完全不是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一个思考的策略。那此外其实也有学者提到，刚刚叶师讲到，其实对儿童的威胁里面，除了化石燃料的一个威胁以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气候变迁。那事实上有学者就去评估，我们台湾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落后，我们有一个温室气体管制办法，当时在这个应该是民国95年的时候订的，当时有说到民国139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降到民国94年的一半。学者就去评估，这是一半哦，这不是碳中和哦，当其他国家都在讲碳中和的时候，我们还在讲说我们要降到一半就好，所以你知道我们整个政策上面其实是非常的，我认为是非常的落后。那这样的影响是什么？他们就有去评估，假设如果我的碳要达到民国94年的一半，那所有的不管是燃煤设施，所有的这些现在要盖的这几百亿几千亿的天然气接收站、天然气电厂，当到2050年的时候它就必须要降载使用，不然这个目标没有办法达成。也就是说要达到一半就可能会降40%，那如果要达到碳中和它要降60%。这是什么观念？2025年，我们可能花了1000亿盖好了一个天然气接收站，到了这个2050年，25年后，等于有大概400亿到600亿的钱不见了。那这凸显什么问题？这其实另外一个问题，这是一个世代的不正义。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跟这些小朋友借钱，那我们的想象是说，哦，过了20-30年之后，我们的经济会变好。所以我们税收会增加，因此这些钱、这些债，他们将来都还得起。可是我们现在很遗憾的一件事，从我出社会到现在，我们的基本工资到底涨了多少？所以其实这都是一个政府都是把所有的数据美化，然后取最大值。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思考策略，其实对于我们的台湾的小孩来讲，不仅是失去了他们的健康，而且
在让他们出生的时候就 其实已经背负了很大的一笔的债务。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世代，我们认为是不公平而且是不正义的。那我们认为其实现在政府的政策，其实不管是这个空污的一个治理，或者是一个能源政策，或者是气候变迁，其实都是息息相关。我们不希望说它每个都切割来看，因为你在切割来看的时候，每个目标不一样，当然会有落差。但是当你每个都要顾及的时候，其实应该要找到一个最好的策略。好，我们不只是要对这些选民负责，我们呼吁政府应该要对这些没有选举权的小朋友负责。因为这些能源政策的规划，我们会期待它不是只有想到2025，甚至是2050，甚至更长远。我们觉得这样才是对小朋友负责的一个政府。谢谢。大家好，我是台大公卫系的张宏杰。刚刚其实我们在公共卫生里面有讲说，气候变迁跟空气污染就是现在全球健康最大威胁。那我们其实有虽然有看到空污现在慢慢的减少，但是这对儿童来讲是完全不够的。我从讲两件事情，一个从立法层面，一个是从预算层面。一个刚刚其实叶医师有讲，儿童不是小大人哦，儿童的体重轻，呼吸比较快。然后，但是我们现在环保署的敏感族群是把小孩跟大人的敏感族群列在一起的。但是因为儿童他的对于他体重小，然后呼吸快的状况之下，他对于毒素的耐受性其实是更低，所以我们其实是需要更严格的标准，还有更多的保护措施哦。这是消极部分。那在积极部分，其实是会非常希望政府可以环境权入线哦。为什么？我拿一个中美洲的一个小国叫哥斯达黎加来举例哦，他在1948年的时候就环境权入线了。那他现在是全再生能源发电，然后而且他比我们穷很多，然后他们平均余命跟我们差不多，然后他们今年要用碳中和来庆祝200年的国庆，就是他可以这么积极的作为，就是因为他把环境权积极的放在他们的宪法里面，以至于他不会像刚刚我们的律师有说，我们就东一块西一块，它是整体上面的，它的产业不能去违背它的环境权，它的后代，它不能去剥夺它后代的环境来成就现在的一个经济状况。那这个是就积极的制定政策部分。那除了刚刚讲的立法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预算的问题。经济学家有诺贝尔经济学家 James Heckman， 他有说，投资1块钱在童年的早期，整个社会可以回收7到12块钱。当他年纪越大的时候，这个投资的报酬率就越来越低。但是我们国家对于整个空污，或是其实整个儿童预算都非常非常少。那我们有看到，其实最近室内空气品质管理法有打算，环保署有要把幼儿园纳入，之前其实所有公共场所都已经有纳入管制当中，就只有高中以下没有纳入，他们现在打算把幼儿园纳入。但他们有个问题哦，就是3月24号有台南的托育的业者拉布条抗议纳管，为什么？因为政府立法但是不编预算。这就是我们现在遇到很多问题，我们所有不管是教育部门，环保署他好，如果他有立法我们很欢迎，但是如果他立法不编预算，他就是陷这些执行的人于不义，也造成中央跟地方上面非常大的冲突。所以我们真的非常希望，就是环保署你要立法，请你可不可以拨一点预算在儿童保护里面。那像我们之前知道，因为早教的事情，政府花很多钱去请网军，只要把网军的钱拨一点点，我们儿童预算就有了。对，所以希望我们其实昨天有看到立法院有成立儿童权利促进会，我们也很希望跨党派的立法委员可以让我们整个儿童的环境能够更完善。谢谢。好，我是来自台南，我是台南空污防护自救会的召集人陈建明。其实我是一个空污难民，我全家在7年前因为听到台大公卫所张南仁教授还有叶光鹏医师对这个空污议题的这个研究还有呢这个呼吁，那我看到这些数据的时候我触目惊心。那我的小孩1岁多的时候就有过敏气喘的情形，所以我跟我太太一商量就决定搬到台东去。所以我把家里安顿好之后，我还是得到南部来工作。
但是呢，在南部看到的实际的情形，也跟各位做一个说明跟报告，就是其实环保署历任的这些环保署署长，真的是要负最大的责任。好，我觉得张子敬署长哈，你应该要知错认错，赶快下台，你不要让这些事情都卡在环保署。台南市的实际情形是这个样子，教育局他要依据环保局啊所提供的这一些规范，然后呢去实施校园的这一个管制跟因应措施。可是孩子进入到了教室之后，那又如何呢？因为室内空气品质管制的标准没有出来，接下来空污防治基金也没有到我们台南市政府来，那你中钢、你这个云林六轻这些烧的东西，空污完全跑到我们台南来，那请问钱有没有来？防护措施的钱没有到台南市政府，所以教育局的承办人员跟我讲说，陈先生很抱歉，我们很想努力，想要保护孩子，可是呢，稍微没有钱来，而且法规定的又 不清不楚，那自爱难行。那请问，我开始注意这个议题已经七年的时间了，那请问政府这七年为南部的孩子做了什么？你们可以要在教室里面装冷气机，那空气滤清机不能装吗？甚至还有更荒谬的事情，家长联合起来说，那这个整个年级的空气滤清机我们家长来装可不可以？竟然说不可以。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荒谬而且是愚蠢的一个社会呢？对，那我就是说，我们台湾不只是落伍，环保署没有智库吗？你们没有智库吗？你们到底是咨询了谁？这些学者、这些制定政策的，还有经济部干预的，你们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你们没有孩子吗？哦，为什么你们这些少数人保住了官，这些商人赚到了钱，让这些父母们担心难过？而且很无力，大家忙着要拼经济，又要保护孩子，可是孩子送到学校去，我们要保护他吗？所以我期许蔡英文总统跟我们的副总统赖清德先生，因为他是前台南市市长，他也是哈佛公卫的一个硕士，我相信你们知道问题在哪里，请拿出你们的决心。好，我们忍无可忍，所以你要带着孩子上街头，谁愿意带着孩子上街头？如果这个国家孩子都上街头的时候，你这个政府真是丢脸丢到国际，这个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刚刚叶光宏医师已经讲了，他已经讲了十年了，那我们上面的政府在干什么？把它操作成蓝绿二斗，有意思吗？受苦的还不是这些无辜的孩子，我们这些大人在这个时代里面所创造出来的环境谁在承担？还不就是孩子在承担吗？爱孩子都是说假的，没有积极学习，没有采取行动，没有真的爱孩子，这是可以一一检视的。4月4号儿童节的游行是台湾之耻啊，是非常非常耻辱的一天，我称之为国耻，竟然让孩子要上街头，这国家还有未来吗？所以我要拜托全台湾的家长，我们这些真正爱孩子、爱我们宝贝的家长，拜托拜托各位，一定要走出来，一定要把你们的权利拿出来捍卫我们的孩子，捍卫我们的未来。台湾的国安问题、少子化、超高龄化，种种问题一直集聚而来。你这些所有的政府官员们，你想清楚，当你们制定跟引导的这个政策发展，如果是如此的落后而无效的时候，台湾不会有未来。再次恳请各位，4月4号到高雄集结，把我们的权益大声的伸张出来。好，谢谢。大鹏，你的电影？哦，影片。嘿啊。
我在。我七年前。你这人。七年前就为了孩子。下桥光。要写一首歌，在几年前已经唱过了，今年还要搬出来唱一次，这代表什么意思？政府无能，这些环保署的署长都应该一个一个出来，接受人民的谴责。这首歌其实是很卑微的一首歌，对，但是我们自由呼吸的幸福，只要 YouTube 就有了。哎，那个要不要我 YouTube 来找？我们可不可以再拍一张？因为我刚才不是很清楚。好，没关系。我们拍一张，然后 YouTube 放一下。对，那个 YouTube 都找得到。好，叫做什么？我现在叫做什么？自由呼吸的幸福。自由呼吸的幸福。连呼吸都不自由，怎么会有幸福？哈。自由、民主、人权。对 ，OK， 好，谢谢。那个是给海报的。对，因为我要传给记者的群组。好了，好。好。好，那然后那个他如果找到了哈，等一下会播给大家听。等一下。好，不好意思。好，刚才要有点反复。这样会不会太慢？还好，对的。来，我们喊口号，这样有动作就好。好，动作呀。捍卫儿童人权，捍卫儿童人权，擦亮孩子未来，擦亮孩子未来，捍卫儿童人权，捍卫儿童人权，擦亮孩子未来，擦亮孩子未来。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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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约好，我给你传递清楚一下。谢谢，有，等一下要去，你们个照，来，不好意思，陈先生，陈律师，你好，你好，打起电话给你都不理我，没办法，就是我知道，方便发言，够方便，对对对，谢谢。可是你是，所以你是11点开始发言吗？11点开始开会。